好了，接下来就要进入到陈芷妍教授为两位男生出题的一个游戏环节了哈。今天我们准备的游戏呢是叫红玫瑰与白玫瑰，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会准备两筐玫瑰，其中一个人呢争取从筐里拿到玫瑰，然后交到我们的女主角的手里，然后在一分钟的限时里面去争取能够送到最多的玫瑰。与此同时，另外一个男嘉宾要起到一个网后面拽的作用，让对方呢送到的玫瑰越少越好。最后呢，我们看哪一组能够获胜。一个是往这边送，一个是往那边拽，是吧？对，是的。那蒋俊肯定赢啊，他什么身体素质？好，请准备。准备好了吗？来，一分钟倒计时开始。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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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蒋军收放自如，不让他给的时候就不给。蒋军这刚才有点放水了。蒋军身体素质好，对，蒋军刚才放水了吧？没有。来吧来吧。哎，蒋军你不放水，我看看他能怎么样。来吧来吧，蒋俊，你再往后拽一拽。你还可以往后走，对。你就别让他跑过来，我怕他真的。哦。不要放水，你现在放的水都是你自己踩的雷。好好。他这个鞋太滑了。不管不管不管，时间是算在里面的。他鞋怎么回事呢？这鞋。先把鞋穿好，先把鞋穿好。他已经没有时间穿鞋了。鞋有点大，哦，不行，不能让他全送完，就显不出你的成绩好了。快点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，往后拖他。好，时间到。几朵花啊？七四十一，十一朵。好，来看看红玫瑰的成绩。准备，倒计时开始。取两个吧。我说他劲儿大吧，一手一只。陈阳有点弱不禁风了呢，怎么？我尝试买一送一。他体能好。陈阳自己说的，买一赠一。买一赠一，惊呆了，惊呆了，牛！蒋俊体能好啊。对，你就给他捣乱，使劲往后拉他。对呀，陈阳，你要努力。对，你要往后拉呀。你不能让他赢得那么轻松。我这鞋子弄。对，不要动着他。对，往后拉，往后拉。完全，完全，完全失控了。加油！完了完了呀！好了好了，这个放弃了，放弃了，放弃了。陈阳放弃了，最后把鞋送过去吧。是的，哎，还有一只。是。好好的，好，完成任务，完成任务。我就知道是一种结果，他身体素质多好啊。有点稍稍欺负点这个陈阳。我们看到其实两位男嘉宾都有一定的绅士风度，而且呢蒋俊确实发挥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这个长处。训练就是为了今天这个游戏。